来这个。你看看我。也特别想念老花食堂。哎，对了，这两天啊，正好我。嗨 我来找找有没有 music 啊。新闻联播都，哎，电视怎么突然关了？我摁了什么吗？新闻联播都结束了，电视突然。找找，放点什么 music 好呢？嗯，对呀，你饭都 你饭都不吃。你，我吃了，怎么，我还不能装酷了？我要修修这个电视，或者把它关了。等一下我，什么镂空的衣服？头发都打结了，就是外面这一层是顺的，然后就很乱。本来不想戴帽子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吗？晚上好。真热呀，嗯，对，北京在下雨，我还以为今天得下多大雨呢。我昨天想是今天哗哗的下，就是跟泼了盆水似的往下浇，但是今天也没那么大，就是普通的大雨。柜子买了那个支架，明后天到之后我爸给装上，没修呢，东西反正都拿出来。对呀，都停课了呀。等会儿我要那个什么一下，等一下我啊。我去备忘录里看看我今天干了什么，我都记下来。对，每次预报大雨都不大，没预报的时候特别大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也说要下雨还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还很说啊，天哪，第二天要干嘛，下大雨还是下大雪呀，还是下什么，结果第二天也没什么。北京明天就要去上班了，对，明天雨更小，好像。明天是雷阵雨，明天我也出门，我今天也出门了。我上海隔离两个星期，那两个星期他带薪隔离吗？家里淹了，为什么呢？北京的吗？
不带心啊。嗯，那就会是淹了，天哪。我看见朋友圈，朋友圈有人去迪士尼，为什么要扣薪隔离？带薪居家办公。我今天去看1921了。问就是无语，那我不问。大多数企业，哦，我现在坐在这儿还挺热的。好看吗？还行，还可以，反正没觉得很煎熬，就是一下两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我没穿长袖，我穿短袖。我怎么会穿长袖了？疯了！我柜子没修好，我刚说了买了支架，明后天才到呢。我刚才就在 QQ 音乐找了一个摇滚乐的歌单，然后我就开始播了。我找一个，换一个歌单。夏日欧美这个歌单儿讲，我好撑啊！我今天中午去吃了速度披萨，你们知道速度披萨？我和我妈去吃。就点了一个披萨，然后一个拼盘。那个速度披萨就是很薄的那种披萨，韩式那种披萨就很薄的那种披萨，不是12寸吧？对，就是优糖有，但是我们不是在优糖吃的。上海有，上海韩国街那边有，也是去年开的，刚开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不是他们家就是那种，然后店里放的是和各种爱豆的 MV。对，右堂一层，靠近哪边那个门儿，好像有一家。然后我们去吃饭，那家因为今天下雨嘛，可能那家店人很少。然后他们那个墙上有两个投影，放着 MV， 我就坐在那个投影下面。中间一段时间，他老放那个 MV。我不是很喜欢看那个 MV， 我还特地叫店员过来，我还按了那个服务铃，我说可以把这个 MV 换成女生的 MV 吗？那个服务员跟我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说就是设置好的，什么随机的那种，然后。我说行吧，那我也不能难为人家。相信光吗？世界上怎么会没有奥特曼？反正我一进那家店，他放的是什么 EG 啊、Blackpink 之类的，然后就放了，然后后面放了别的，然后我就去问他能不能换成刚才放，他说不行。
意大利肉饼，意大利烤冷面。但是最后还是放到了 XO 的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讲我昨天的事儿。我昨天很巧，我昨天不是早上坐高铁回家，我就在那一念之间呀，我就是先，我一般都是去了高铁火车站，先去吃肯德基。吃完了之后，我就在想，我是在火车站上厕所，还是上火车的上厕所？然后我就纠结了一下，哎呀，我就想着，哎呀，这个都开始检票了，要不我上火车再上厕所？我就没有去厕所，我就直接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又拐过去排队。我不吃麦当劳吗？我想吃肯德基，怎么着吧？然后呢，我就去了。突然有一群女孩子涌了过来，我说：“天哪，怎么这么多？”然后我看在一群女孩子中有一个大帅哥，就是黑，穿的一身黑，戴着口罩，戴着墨镜，哎，戴没戴墨镜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我就睁大了眼睛，因为他是正面冲着我走过来，我睁大了眼睛说：“这谁？”能看出来是帅哥，因为气质出众。在一群女生里面，只有这么一个男的，气质出众的男的。然后我定睛一看，天哪，是陈伟霆！然后就打开了手机摄像头，但是他已经从我旁边走过了。因为我一开始进站不是要安检吗？安检的时候我就看，哎，我前面这两个人安检为什么还拿着手幅？但那手幅是卡通的，我并看不出来他到上面到底是谁。然后我也没在意，我说可能是参加了什么活动，然后他们要回家之类的。他跟我坐同一辆车，然后他就进去了。他就直接走进去了，而我在后面排队排了好久才走进去。我还特地去微博搜了他的高铁图，哇，确实还挺帅的。然后我在火车上还看见他的粉丝穿着他的衣服，就是后面后背印了一双是这种他的眼睛。因为北京最近下雨嘛，所以大家行程都是坐高铁飞机都会延误。还跟车你说我以为你说我呢，吓我一跳。啊，对，你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，怎么还跟高铁呀，真是的。我为什么要去合影？我又不知道他坐哪，我合什么影啊，人家的行程我干嘛要上去合影，疯了吧我。大家一身黑戴个墨镜都挺帅，行，下次你一身黑戴个墨镜。人家还戴了耳环，哇，我那个视频就拍到了他侧脸，还挺帅的。也可能是保镖。然后我下火车的时候还在想，下火车会不会有很多人接他？结果我出了站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想，哎，那他一般都走哪儿呢？我还在奇怪，我说那他会走哪儿呢？说他有特殊通道走了，不科学，不懂。反正我一般都是从出站口出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从哪儿出的。嗨，晚上好。手机没电了，充电，插个电。
高铁有餐车吗？有啊。了不起，我土，体验一下，我就不体验。哎，我今天还没写星星呢。止痛停机坪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也没做过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好热呀，妈呀！星星，我来抄一下。哎呦，我家里的这个桌子特别不好写字儿。你会说星星？对呀，星星是他。星星，星星。热死我了，我的妈呀！不是天上那个星星，是地上的星星。热死我了。黄色的，我没有白色的星星纸，我买都是黄色的。我回家只带了黄色的。我今天刚才回家看完电影回家，还躺在床上云写写了公演。我星期四后最后一趴要跳水水的展位。哦，星期五，我星期四回去，最后一趴，不是中间。然后星期17号那场，我要跳一半陈琳的展，还没学呢。听谁唱的 demo？ 三角函数广州不都唱过吗？为什么要听？直接听他们唱的呀。下周是什么时候？算不过来。有助演，16号有助演，17号也有助演。下周就是下下周的下周，或者下周的下下周。嘘，闭嘴吧。
哎呀，这个字儿太难写了。那瓶红当然那是身体乳啊。对，这矮这不是一个桌子，就是一个放东西，以前我们家放鱼缸的一个那个架子。太热了，我准备把电风扇打开。哎呦，热死我了，天。这个电风扇还没插。这电风扇往哪儿插呀？我的妈！哎，这电风扇往哪儿插的呀？是，往这儿插。哎，这电风扇咋插的呀？哎，太奇怪了。哎呦，这电风扇插哪儿啊？啊，这不是这上面的吧？啊，这电风扇往哪儿插的呀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太大了，这往哪儿插呢？我要让我妈过来帮我插。热俺死我了。没呀。哦。带什么水？和他的妈妈，你们赌什么啦？是不是小豆？那你们赌的是什么呢？谁赢了，或者谁输了？没洗什么头啊，昨天洗的，我头发都打结了，就是很难打理。是袋鼠。袋鼠不就是小豆吗？小豆不就是袋鼠吗？
个小豆儿，和妈妈戴了布鲁托头套。嗯。妈妈和小豆儿。可爱吧，小豆儿可小了，可可爱。妈妈鸡吗？谁都没输，那你们平手了。你们要把那个赌约都要实现。妈妈是大豆，妈妈是豆妈妈，可爱吧？可爱。然后它这有个馅，它能放到肚子里。爱吧，袋鼠不都在爸爸的袋里吗？是吗？你当袋鼠的时候是这样的。海马，无语。我打算15号就去拆头发，我不17号，17号之后拆了，我忍不了了。我今天已经约了，我跟那个人约了15号就去拆头发。15号回去先去剧场排练，排完练之后我就要去拆头发，然后再回去学站位。我头发打结，拆头发的时候一定很痛苦，一定把我扯的头发都没了。关键是我拆了头发之后，我头发就变薄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接了头发之后，头发又特别多，然后每次都要拿那个玉米垫那个玉米须嘛，让头发蓬起来。我现在接了头发都要垫很多，我把头发拆了就要垫更多，而且我自己的头发。就是公演跳完前4首就塌了，就已经不圆了，就已经不头发就已经不多了，就很烦，所以我一直不想拆。而且我头发特别不容易定型，就是接了头发还好，就是卷完了头发能坚持大半场公演吧。如果是我自己的头发，卷完头发之后就只能坚持4首歌都不到就直了。把你表情画上，没给你画表情，画什么表情？哎，就这表情，我已经找不着你在哪，画在前头吧。画可好？咋垫？就是有那种专门垫玉米须的纸板夹。不是纸板夹，玉米须夹。而且我扎了头发之后就没法做卷发了，因为我头发太短了，做不了卷发。而且我明天拆了之后还得让他给我剪一下，就是因为层次很明显嘛，要把最长的那个跟稍微中长的接上，就肯定很短，也不知道会在哪儿。卷发，因为卷发好看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自己头发到哪儿，而且我自己头发已经打结团在一坨了，就是你看外面这一层是好的，往里头摸就一团，你知道吗？短发不行，因为我的头发太贴了，太贴就是贴着头皮的，就是不圆，你知道吗？就贴着就是这样，短发就巨丑。当法官。烫头没用的，有那种发根的那种烫没用的。我小时候一直都短头，
哎，我今天这次回家带回来的口红都是不会不都是自然色的，在这个直播里就显得没有颜色。不过去年十月份剪的头发到现在应该也长长挺多的。雨终于停了，看不见，因为头发太短扎起来不好看，太秃了。而且我接的头发扎过一次大马尾呀，不知道有幸能不能，就是拍的那个东西能不能找到我在里面。北京也热，哪不热？夏天不都热吗？夏天冷，那五月剪头发，现在长长了。五月剪头发，现在能扎马尾了吗？你而且我把头发拆了戴帽子就不是这种感觉了，就是这种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头发就没有了，现在头发多就可以这样，就显得很多，那个弄完了就是这样的，巨丑，显得脸特别大。就是你要把头发垫蓬了就显得脸小，你头发特别贴就显得脑袋大脸又大。拆了我不后悔，头发都打结梳都梳不通，我的妈呀，每次一摸自己的头发就4月5号染，4月份当然你也去搞个卷，怎么你要当法官还是怎么的？头发疏通服务不行，因为头发接头发时间长了。我那天公演做头发，我说我头发得打结，他说最近好多人的头发都打结了。脸小的法官，先得坑妹。撑死我了！一天天都不饿，然后又得吃饭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的话，我们家老树，我知道是哪儿。宝宝，这是麦格。打了个嗝，听点什么？没听过这些歌。不嗨，嗨到沸点，哎，我看着我就累呀。
且害得我就累呀。最流行的EDM歌曲 TOP 五十，这不嗨呀，怎么回事？ YouTube 点击量 TOP 一百的，我怎么听过这首歌？这对吧？蹦迪时刻，不行，这都是中文的，有点可能会有点略土，就像这些名字，野魔头，什么呀？全开，事真多，不想听。找我收藏的歌单吧。撑死我了，没有新鲜的，我看看。事多了，哎呀，对，然后我自己也找不着想听的。也没吃啥，我昨天不是吃涮羊肉打包了一张糖饼，我晚上就吃了两小块糖饼，然后吃了一口我妈买回来的凉皮，我就吃了几根吧，吃了五六根，因为我吃不下。对，我这就是 K-pop 酒吧，我那天好像还在什么票务上面看到有一个 K-pop 之夜，是在哪？忘了，好像是在上海。对，但是好吃的糖饼，不，因为我一点也不饿，所以我是论根吃的。我还吃了我奶奶做的虾和那个鸡翅。K-pop 酒吧，你没有看那个 B 站上一个 vlog 吗？他们去 K-pop 酒吧，我那天刷到看点进去，天，涮羊肉的酱一般就是麻酱，没了，你可以往里放那些什么自己想放，想放啥放啥，辣椒油、腐乳。在微博韭菜花，对，但我一般只放腐乳，辣椒油有时候偶尔放，然后就是香菜。胆大的带你去见见世面，你不会没有胆大的朋友吧？啊，不会吧。放香油，为什么要放香油呢？你不是吃辣锅才放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在听什么，我最近在听撑帆的新专辑，在听什么明日之子的歌，没了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，楼上玩什么？哪位敢玩恐怖游戏吗？玩什么恐怖游戏？让我看看，让我听听。没有啊，还有一个人在直播呢，重庆的。明日之子的，哎呀，因为我没得听了，所以我就听回去了。但凡有一个正经的，玩不到一起去。
本杀，哦，那我第一次玩剧本杀，小鹿过生日嘛，因为第二天，因为前一天我们就在剧场排孙先生生日，排完了我们就出去玩嘛，因为小鹿想玩剧本杀，我一次都没玩过，他想玩，然后我就说行吧，我就硬着头皮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密室和剧本杀。哦，我去年第一次玩那种，就是跟李昭他们一块去玩那种吃鸡，不是，忘了，就是打枪的那个，类似于密室，我觉得还行吧。就是因为我也没带脑子去，我就跟着别人一块走，我就不觉得什么。然后我就想，那我今天也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去了。然后小鹿也知道我第一次玩，然后他就。就说那我们找一个简单的本吧，就是找了一个玩了一个情感本。可我一哭了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有啥可害怕的？他哭了是能吃人还是怎么的？还是要进化了？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我当时其实也有点感动，但是我心想我不能哭，这只是一个本而已。因为那个本代入感太强了，就是你代入感太强，你会想到很多事儿，划不了水，可以划水。因为一开始问我穿什么颜色衣服，我就问他啊，我穿什么颜色衣服？然后那个负责人就说，剧本的最后一段写了，然后我才看到我穿啥衣服。当然，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，不会你不会什么都没，不会吧？声声慢，然后里面我和何阳青青是 CP， 哎，最后要选的时候，我还是选了何阳青青，何阳青青没有选我，无语。我拿到打开那个本儿，我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天哪，字儿怎么这么多？然后大家开始看了，我说了一句，你们都开始看了吗？我才看到第一行。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说一句，字儿好多呀，我才看到第三行。就是因为我代入感太强，因为我那里面我的感情线就只有跟何阳青青。然后代入感很强，因为我在那里面，别人都是哎呀，可能跟他又喜欢他，他又喜欢他，但是我那个角色，我只喜欢何阳青青，而他不选我，因为我和小鹿都喜欢何阳青青，在那个本儿里面。他说就是如果有来世他就会选小鹿，无语吧。所以我跟何阳青青哎，三观不合，无法在一起。但是那个本里面小鹿没有来世，他没有，但我有，但是他也没选我。下一个更好，下一个更香。恐怖？对啊，不恐怖啊，情感本有什么可恐怖的？不恐怖呀。疯狂暗示了，单推一个就够了。我突然想到我 XO 专辑，我想录一个开箱，有人看吗？有人看我在录，没人看我不录啊。虽然我已经开了几张了，但是还有好多张没有开，好心痛。还是在这儿开，你们说我现在开还是录下来？在这儿开，有人看吗？
丢。他不搜了，我就买了一张33 B 版。付费吗？付什么费呀、啊？不付费呀、啊。有别的设备没有？只有手机就可以录。iPad 录像素多差呀！而且我买的它的 Solo 我还是跟瓜拼的，哈哈哈！我们两个拼邮费能便宜点，买一张邮费24，买两张邮费30，我俩一块拼的，我俩每个人都只买了一张。会过，我也不是省钱，因为我 XO 的专辑买的太多了，我真是无语。我买了几张？9张，我也是无语。是跟 iPhone 11是一样的，但是 iPad 离。还是不如手机。我试什么？你让我现在就录吗？我录那个可麻烦了，就是我要把手机这样、这样，就是这样、这样架起来。哎呦天，这样架起来。然后它录下面。就很麻烦，还要开灯什么的。现在拆，我不知道我妈给我放哪。我现在拆我的表情，我的神态会暴露一切。但是我又觉得录下来没什么意思，其实不会像上次没有小卡那样那么有意思。如果这次都没有，那就更有意思。拆到丢小卡当然不可以了，因为我已经拆到了。我拆到第一张就是丢的小卡，然后我买单封嘛，买了一张单封。那张单封拆到是灿烈，然后第四个版本拆到的也是灿烈。我的帽子，我的帽子这个牌子就是这个牌子 ，Nerdy。我现在给你们拆吧，我找找，我脚麻了，哎呦，哎呦。我今天能进圈吗？不知道，如果你帮帮我的话，说不定我也不知道。我去找找专辑，放哪去了？我不知道放哪的，不就这一张拆开？哎呦，卡着了！哎，剪子呢？
我要拆专辑了，这有一个我上次我妈帮我拆开的，我都没有看过里面长什么样。我不会，我是第一个直播拆专辑的吗？应该没有人直播拆专辑。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好烦啊。关键是我这，哎呀，我这几张都是一样的，我疯了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无语死。这个还有，这个还有，我妈都没给我拆。报真的是熏的，哎呀，这个大的卡是蹭面，小的海报是熏，小卡是丢了。哎，我刚给你们展示完，我把卡放哪了？怎么没了？我要把这个卡放在卡册里，等一会儿拿出来先。被你偷了。闭个板。顺手牵羊。我都害怕了，因为关键是你买这么多张吧，他就可能就是给你连着发，就是算了，我不能说这种话。等会儿，等我把这个剪开，我就写到行。剪开，记住了。2014年的 Lovesick。哎呦，好多 ID 我都已经背下来了，就是每天都有。拆盘能力，我也不经常拆。距离我上一次拆盘都已经过去很久很久。这也不是我的错。我把垃圾桶，哎呀，怎么都是新的？对呀，因为我刚回上海呀，好紧张。救命！虔诚。好，开始吧。啊，我不敢打开啊！递什么偶？你拿什么跟我换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一会儿再打开。我先看看，我先看看这个小本本。怎么会有人在直播间里？怎么会有一个少女偶像在直播间里展示这个？哎，我是不是？我要再拆一个看看。我他这里面给了我两张大的卡，而且两张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我赚了还是？还是什么呢？嗯，你不看男的，我看。
bum bum. No, bum. 刮转，为什么刮转？都比你帅，这么快就自我否定，那可不行，要有自信。给送他一张，他拿什么跟我换？怎么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呀？确实，真的是两张大卡呀。我拆的第二张小卡是世勋。然后大卡是丢的，不会本命魔咒，然后我一张都拆不到自己的本命吧。我又把这句话说出来了。三张，拆到的都是本命，好紧张。我小时候运气可好了，初中的时候买专辑全都是本命，现在所以就是买专辑你不能一下买那么多，就是因为呢他的专辑就是那个机器就是咔咔咔，知道吧，然后他的那个分卡的时候就会给你分到一模一样的卡，就是如果你买的话你得在不同的地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拆到跟刚刚一模一样的配置。我以前也有这样过，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买了好几张，然后拆出来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导致我有一模一样的很多很多张卡，就是像我这样，看，就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配置。跟你说，刮的运气也老不好了。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就像马丁的早晨，这对跟刮一起，哎呦，说话，许愿。说明寡遇到我花光啊！我的天哪！我一会儿要告诉他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不能买那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天，为什么一开始跟我说有单封，然后呢，开了链接我就下单了，下单了之后第二天跟我说没有单封，然后我这个链接他又不能退呢，后来又说他又出了单封，我的妈呀！然后我就又买了单封，我妈呀，气死我了！这是跟刚刚的一模一样的配置。哇，我这个应该录 B 站，这个太有意思了。上次见到这么有意思的还是好几年前。这样吧，
我卖你，我卖你好不好？我的妈呀！锦州人，锦州人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我卖你，你要几张？你给我留一张就行，我卖你。我已经不想给大家展示了，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真的，我卖你们。送我是，我是不想送，我是想送的，但是呢，这真的是我太破费了。你们握手会来取，我卖你们，怎么样？飞机要起飞了。一路平安。不可能，自我否定了，我已经。但是大卡还是五十勋的，一模一样，所以我现在有四张了，四张五十勋的大卡，两张丢的大卡，然后两张丢的小卡，两张五十勋小卡，我疯了，跟抽盲盒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这我就现在就要来怪你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其实我这张专辑还是挺想抽到秀米，因为我觉得秀米很帅，但是我一张都没有抽到。不是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三张一模一样的，算了，这只是正常的操作而已。三张一模一样，然后这是两张一模一样，然后还有一张其他版本的丢，还有一张开，我中心还有两张朴灿烈。那这是几个人？一二三四，这次回归了几个人？没有抽到伯贤和秀敏，我要去换，一会儿我就去超话，走着。不给不给呀！玩消消乐，我这已经消了。我送你了，送你，话都说出，送你一张，我还能消一张，我玩连连看还是能消，我真无语，我一会儿要拍给呱，我可以跟呱换，等他的到了之后跟他换。我不知道他们到没到，那我现在就来问问他吧。不可能，
如果他抽到的是记得我标点符号都不知道在哪打。奶一口，奶一口，他有秀米，还不如奶一口我。想发一条朋友圈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发什么，因为我哽住了。他买了六张单封，他没有买那几个版本。我现在在直播，我刚才直播拆砖了，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？哎，我怎么没发出去呀？我刚才在直播，我直播拆砖，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？看看我的柜子。不能给你们看，因为柜子里面有别的东西。我要把我的大卡全都拿出来，我要拍给他。我真是无语。虽然这次没有上次崩溃，但是也挺崩溃的。等我拍给你。崩溃那。我这么多张长一样的，换谁谁不崩溃？你看到之后崩溃了吗？这个还是小卡，等我给你看我的大卡，更崩溃。晚上好，对呀，我回北京了。你们还记得我的大卡有谁吗？四张吴世勋，两张丢吧。接盘也一样，有多崩溃吗？哎，大家都是这样，都一样，没事儿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怎么会不理解你们呢？我理解，就像你们现在理解我一样。寡怎么不回我了？我跟你们说，就是这个，不是什么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他发语音，为什么跟你们说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，这，哎。怎么发不了语音啊？哎，为什么发不了语音啊？我的妈呀！怎么发不了语音啊？我的妈
myself。 对，我没带漂亮，我今天也没化妆，也没什么的。有一张专辑里有两张大卡，两张一模一样的吴世勋。你知道，就是打开这些专辑，就是配置都是一样的，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？对呀，我知道能换就换。我觉得这些卡都很好换。就是因为我连着买了六张一样版本嘛，所以他发过来里面的卡都是一样的。我以前买别人的专辑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发过来里面卡是一模一样，打开大卡小卡都一模一样。室友，嗨室友，我近视275，350。谢谢。不能再看了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我这打扑克牌呢，扑克牌也没这么打。我自己看都笑了，扑克牌也没这么打的。有这么？连看都没这么玩的吧？这五张连起来，那得多少分啊？嗯，我看这卡我就已经说不出话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说什么呢？让我想想啊。想什么，我说不出话了，我真是。让我想想啊，我想想。这两张啊，不不不，这一张，哎，这一套放在这儿，然后这张留下，换出去这些，嗯，这张大卡要换出去，这张大卡留下，这张留下，然后这四张大卡换出去。头像的狗一直在动，动动动，考古我的微博。你们知道那个，那种东西叫什么吗？就是不是换小卡，他们会有一个卡的那个夹子，就是放进去就不会被折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呀？你们知道那叫什么吗？卡套，就叫卡套吗？拍立得壳，就是那种透明的塞那种生写塞到里头的那种。不是手机册，就是
我有一个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它放哪，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哎呦，换没换过卡呀？换没换过升血呀？拍立得壳是拍立得壳吗？就是那种塑料的，只能放一张卡的那种。而且我单封那个版本和第四个版本的小卡都是灿烈的，卡壳了，那种一整页都不是那种，气死我了，就是交换小卡，你们为什么？因为手机在直播呀，为什么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就是手机不是在跟你聊天呢吗？It's Monday，We are the love sick girl。气死我了！我怎么还那么撑呀？我9点关直播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一会儿我妈看了都笑。娃还跟我说运气守恒，说不定进圈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关直播之前，你已经退出。哎呦，瓜可真会说话。考古到驾照了，这个贵还是小盘？小盘是多少钱？小盘多少钱？我也很好奇，小盘和大盘的区别是，小盘78，我忘了这个多少钱。加上邮费，我买了7张500多。我这一张也是70-80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忘了。Oh, what？当然不包邮了，为什么要给你包邮？不包邮啊。不包，都不包呀。
这又不投票，大盘什么的都可以投票吧，是吗？不是啊，我是在大巴买的。裸砖，不是裸砖，是裸砖，我忘了。对呀，差不多。不包邮，从海外运过来，而且邮费还挺贵呢，忘了多少了。我马上就要去换卡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吧。日本的碟真的很贵，我买过日专，真的很贵，就是好像买几张两三张就1000多还是多少，就很贵。哎，我就惊了。先点个汉堡去吧，汉堡好吃，肯定能换，都很好换，这些卡都很好换。哎天，看4张一模一样，脑袋都大，肯定很好换。我天哪，好像给他们压压，用粉饼压一压他们的桌。DVD 好像是吧。周边也贵，对呀，都贵。我在 iPad 上面发现了5月份我朋友给我发的微信，我没有回他，因为我当时用 iPad 登完，直接用手机登了，可能没有同步。我买的日专已经是2014年买的了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。啥呀，我天天给他发微信呢。哎，我再过3分钟下播，9点下播。日专，我没咋买过日专。CD 机有一个广播的，就是那个很大的，这样。初中的时候听广播用，也可以听 CD。我去研究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把那个东西给打开，因为我不在家很好久都没有用。
听听，不知道 CD 能不能放。好像可以放。不能放，为什么不能放？不能放，我在跟你们说话呢。那个可以听广播，但是听不了 CD。少年天地，天。沙蛋最开始信封包装。是那种，对，就是一个片儿，就是正方形的那种，然后两个队伍，然后就是纸的那种，嗯，啥赌约？怎么又赌？就是类似于信，也不是特别信封那种，就是纸的那种，嗯。小豆和袋鼠，啊！写一下 ID。我记了。哎，我准备下播了，大家。我明天还约了跟在海口认识的一个小伙伴出去呢，我还没跟他定时间呢。我要去跟他定时间了。再见，赵本山。不是这个 ID 怎么？再见，拜拜。我不出去玩，我就只去他家吃个饭而已。拜拜。